OK， 电蜘蛛摆头，迷唇者咧，迷唇者 OK 喎，应该迷唇者，迷唇者，哇！呢一队赢到真系偷笑，唔系讲笑，迷唇者顺势了，再加电蜘蛛啊，点赢？呢三个种族值低到一个点喎，呢三只，完全已经系放弃状态嚟啦，嚟啊！嗱，一嚟出地龙，基本上我就输紧噶啦，哇！出嚟一嚟出过优卡 ，OK， 一嚟出过优卡。谂下先，佢降雨冇耐，即刻放电先啦！呢度对面有冇地面啊？睇一睇先，对面有地面喎、啊，可能用嚟乱防喎、啊、咁样，不如换重啦呢度。佢应该唔会咁大胆喺我面前冥想啩呢度。我新手嚟，我一定系放电噶。好，我哋转迷信者，跟住原来对面冇换重。直接打落嚟系咪？水炮、啊、真系夠胆直接打落嚟喎！唔通佢系围巾？好沙坡啊你！佢后面有两只炮兵，三只炮兵，三只炮兵。我哋呢度，我预计佢应该系围巾嚟，佢夠咁大胆喷落嚟。我哋直接嚟个急冻光线啦，不如。哇，佢唔换喎，佢唔系讲究噶，会唔会谂多咗？哇，打雷喎，唔系啊嘛，谂太多唔通系我？认真，你真系唔换重？佢真系唔会换重噶，恶魔之吻咁，谂太多我系咪？睇嚟我应该一早放电喎，佢唔系讲究嗰啲系列嚟嘅，极具。喂，恶魔之吻，喂，中咗停，极具碎片，呢个咩对手嚟噶，大佬啊 ？OK， 我哋阴谋啦，冇计啦，既然佢咁样。瞓紧，呢度我谂要打啦，唔可以再强啦。佢有机会一下打到我好痛，我唔可以再冒险啊！我哋唔可以冒险，因为预计我要顶埋下一隻，我哋一定要打啦呢度，冇得唔打。先嚟个极具超能啦，冇得拣啦，超能。OK， 呢个伤害都好合理嘅，话晒都系过优卡。醒啦！极巨水流，哇！中极巨水流，你中极巨水流，朋友，我皮肤咁乾燥，帮我补湿啊！你，佢第一弯嗰度冇换重已经好离谱啦，其实，因为电蜘蛛系快过佢嘅，一定，电蜘蛛我全速嘅话，除非佢讲究围巾，我本身谂住佢讲究围巾先水炮射我嚟。因为水炮应该系一下可以打死电蜘蛛嘅，因为落紧雨啦，又加埋个欧卡咁强，水炮一定死，我冇一血根，点知佢唔系讲究围巾，扮围巾系嘛？但唔紧要啊，我做机会啊。咩嚟啫？地龙啊，真系地龙。地龙嘅话就任我鱼肉啦，真系一血根就救到佢啦呢个，完美，唔通一穿三啦要，多重鳞片挡一半啦吓，佢冇极巨喎，仲要冇多重鳞片，新手嚟嘅，完一穿三，哎呀呀呀呀！努力值应该系冇练好嘅呢一个对手，我估。如果唔系，唔会咁样打嘅个优卡。有冇得睇啊？有啊，应该系嘛？有嘅。冇得睇喎、啊，咁秘密。